先来上一钩。鱼儿鱼儿快点上钩，来鱼了，我看到，还想跑。哎哎，哇，这什么鱼啊？鱿鱼，喷我一脸。我的天哪，这不是鱿鱼啊，是乌贼墨鱼，长得好奇怪啊，眼珠都快出来了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欢迎来到疯狂垂钓。我们先去买几样东西。在小木屋的门口有一个自动售卖机，我现在已经有了15000多块钱了，有果冻布丁340，鸡腿350，饼干60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果冻布丁这么贵吗？两份，然后吃了可以飘飘然吗？和鸡腿差不多贵，我感觉这个比例不大对呀。来个果冻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呢，放入背包。饼干、果冻、鸡腿，还不如鸡腿好吃，鸡腿吃了之后能飘上天空，一览众山小。出发，这是我们第一个钓点，已经解锁了。上一集我们玩了古代遗址，这也可以吃吗？巨型木耳，可惜吃不了。这是马蜂窝吗？难道就没有点好吃的？我也纳闷了。上一集我们在古代遗址钓了很多的鱼，那么今天我们再开拓新的钓点，这里头是什么呢？哇，一只靴子，还有纸杯蛋糕。这个靴子扔到河里。哇，这么远吗？蛋糕捡起来，这个味道应该不错，好吃极了。继续前进，在远处瀑布和山洞，这地方有三个木箱，那么把它打开，里边会有什么呢？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宝藏。可惜了，空空如也。这个花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那么这个红色的呢？红色的不行。红色蘑菇，来一朵。我是变大了，我什么情况？咱再来一个啊！3、2、1，开始。哦，有桥，你看鱼竿缩回去了。瀑布，我的天哪！这个树上还有蛋糕，如果树能接蛋糕，那就太棒了。我把这个树挖回家，那就发财了。我们到前方钓点。我解锁新的钓点，桥，我来了。呜，这地方有个宝箱，可惜还没有钥匙。找到钥匙，把它打开，看里边是什么。我们开始垂钓。这里还有一个瓶瓶罐罐，是干什么用的？先来上一钩。看这瀑布的水流相当湍急啊，上边好像有一个宝箱在瀑布的顶端。鱼儿鱼儿快点上钩，来鱼了，我看到，正在慢慢接近我的。哎，哪里跑，还想跑。哎哎，把我的鱼竿都拽弯了。哇，这是什么鱼？鱿鱼，是鱿鱼吗？喷我一脸。我的天哪，这不是鱿鱼啊，是乌贼墨鱼。有没有正面？让大家看看你的正脸到底长得什么样子。哎，长得好奇怪啊，眼珠都快出来了，还戴了一个可爱的帽子，眼珠很大。我们近距离瞧一瞧，眼珠瞪的，你是害怕吗？不要害怕，就冲刚才你喷我一脸的墨汁，我也不能轻饶了你。这个鱼应该值不少钱。哇，你看这四条爪子，这个乌贼是四条腿吗？
应该不只是条腿吧？都说这个黑色是为了保护他逃跑的，这一次那跑，你要哪里跑？卖掉1264宝箱，没有钥匙打不开呀！不要着急，等一等我找钥匙把它打开。钥匙在哪里呢？我们到里边去换个地方再掉。我感觉这边，哇，这边还有自动售卖机，这里边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蛋糕、奶酪，我们再买点别的，用它来钓鱼。原来每个售卖机里卖的东西还都不一样。哎，挂上。我天，我发现一条钥匙鱼，它自己送上门来，这可不怨我。哎，来来来，我们把这个奶酪拿下来。哦呦，吼，啊，这更奇怪，怎么出现了厕纸呢？我的天哪，这地方非常非常奇怪呀！突然来了几个抽纸，收起来。这抽纸有什么用啊？还滚来滚去的。这个钥匙鱼被我钓到了，虽然小，正因为小，它不好钓，所以才值钱。这个箱子里头有没有宝贝？让我们把它打开看一看。开，空的，这不是空的吗？哎，也是空的，都是空的。哦，这里有个飞盘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部费功夫。这条鱼应该也值不少钱，让我们待会把它卖掉。还在挣扎，甭想挣扎了，到了我的手里边，插翅难飞，把它放起来。我们看看这个飞盘有什么用。咦，捡起来能飞吗？飞。我们先把这个鱼卖了，看能卖多少钱。又发现一条鱼，我的天哪，你看这什么鱼。哦，跑。哎，我们要离它远一点，一不小心就喷到脸上来了。这是乌贼鱼呀，墨鱼。啊，又被喷一脸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我们不卖了，把它加工成食品。都会有什么呢？全是奶酪。然后把这个钥匙鱼卖掉，700多，700多不算多。这边发现钥匙了，哎，用它来打开宝箱会怎么样呢？拿起钥匙打开宝箱，哇，里边是个鸡腿啊，就一条鸡腿而已。我以为里边有黄金和钻石，可惜落空了。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